你说当时如果没有绿光的话，我会不会就已经不在这里了？碧玉是指引我们重逢的，他让我沉寂已久的世界第一次听到了他弹奏的乐声。原来传说是真的，只要见到绿光就能收获奇迹。就算之后都没有碧玉，那就让我一直都陪在你身边。其实早在我要做你耳朵的时候，不对，在我们小时候遇见的那一刻，我就注定要跟你这个小情人纠缠在一起了。